简单。一般人以为我写错了，应该是写漂亮的。对啊。可是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那种非常美丽的情况之下，就比如说我在看一个很美的夕阳，在看很美的风景的时候，或看很美的人的时候，某一些动作，你会不自禁的会流下眼泪。我觉得那个就是来自于感动的力量。是。我觉得美丽它是一股力量，那是一种能够让你感成天一件事情。好，就是说，大家认为卖房子这件事是非常悲情，不过我认为不是这样子，是因为我在整个过程中，我很努力的存钱，我买了房子，我存起来，是，就好像我常跟人家讲，就像一个公司里面，我有一个叫做制片部门，我另外一个部门叫不动产部门，制片部门亏钱，我只是把不动产部门的钱拿来运用，其实这些手有皱纹有细的，然后有各种不同，有胖有瘦。我其实每次拍他们，我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。我记得郭师傅说了一段话，什么叫功夫？功夫哦，就是给你看，你都不会做，这叫功夫。无意无意哦，好，来，转向中间，挥手这边，再看右手边。好，谢谢各位。